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国际级作曲大师伍多才教授。对，待会留给他自己介绍。啊，那今天就非常难得，是因为他听说我们是一个合唱团，所以很期待我们待会可以唱歌。所以老师要带我们玩一些即兴的东西，然后从民歌的素材来着手。好，我想我就不多说，我就把时间交给伍老师，非常宝贵。你们好。好，这一次呢，去年我被这个Kodai的那个姚老师找来跟他的学生做一些这个即兴演唱，关于这个民歌怎样用民歌来做即兴演唱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编排了一些简单的课程，让我们大家比较了解。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，所以请你们多多包涵。希望听不清楚的，你们可以尽量发问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这个叫做泛音列，我刚刚才从一个老师的口中知道，应该叫泛音列，不叫泛音系列。就是泛音，就是一个音长音的震动的时候，一条线在震动的时候，还有其他的频率在震动，所以发出的声音是一系列的音符。所以像这个呼麦，你们大家知道呼麦吗？就是蒙古的呼麦，或者还有吐饭，他们也有用类似这样子的唱法。你好，这个唱法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唱这个呼麦的唱法？我唱给你们听一下。大概是这样子，我学的是比较初步的唱法，不过我有在我的合唱作品里面用呼麦这个技术在作曲方面。音的基础上面，然后有其他的频率在震动，所以我们每唱一个音，其实很多音符在产生，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自然界的。那所有的音乐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，这个这是一个自然的phenomenon， 这自然界的一个现象。所以说到处。每一次我们唱一个四步的曲子的时候，它这样的声音会产生。如果你仔细听的话，你可能会听到那些很小声的微分音在上面，就是你们和声在一起唱和声产生的，就一加一不等于二，可能是4、5、6、7、8这样子。所以和声合唱唱起来就会有一种很丰富的感觉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觉得要从这个先让大家看一下。Ostinato 就是顽固的低音，这些翻译可能有错误，所以你们可以更正。就是短的音符，这几个音符重复使用，然后作为一个伴奏或者是一个音乐的进行的模式，这样子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演唱，从一首曲子里面把它猜出来，用某一些音符重叠的重复的唱，就变成一个合唱团的感觉。Drones 持续的长音，就是一个长音一直不断的在一个长音上面有其他的变化，像
南印度、北印度，在新加坡的南印度、北印度的音乐家，他们都用这个长音。他有一个乐器是专门只发出一个音的，因为他们的音乐都是建立在一个长音上面，然后才来即兴演唱，improvisation。那像苏格兰的风笛也是一样，它会有一个音符是长延长的，旋律在上面飘。好，我们唱第一首，一二，上咪沙上咪哆，上上咪上咪哆，哆上咪沙上咪沙上咪哆，嗦哆上咪哆哆咪上咪哆，哆哆上咪哆哆咪上咪哆。好，现在。你们可以先唱，你们两个小节后唱，好吗？你们先开始 ，1 2。嗦咪嗦嗦咪哆，嗦咪嗦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嗦咪嗦，嗦嗦咪嗦嗦咪嗦，嗦咪哆，嗦咪嗦咪哆哆咪，嗦咪哆，嗦咪嗦咪哆哆咪，嗦咪哆。很好，然后一二。嗦咪嗦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嗦咪嗦，嗦咪哆，嗦咪嗦咪哆哆咪，嗦咪哆，哆哆嗦咪哆哆咪，嗦咪哆，嗦咪嗦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嗦咪嗦，嗦嗦咪嗦嗦咪嗦，嗦嗦咪嗦咪哆，哆哆嗦咪嗦咪哆，嗦咪嗦咪。太厉害了，很好，这是轮唱，来唱。咪瑞哆，咪瑞哆，咪瑞哆哆，咪瑞哆，哆咪咪瑞哆，咪咪瑞瑞咪瑞哆，咪瑞哆哆，咪瑞哆，咪哆瑞瑞咪瑞哆。还可以用，除了用轮唱，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唱？重唱。重唱什么意思？平行三度，对，所以 so fa mi so fa mi so fa mi mi so fa mi， 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们可以请所有的男生唱吗？来试试看，一二 ，so fa mi so fa mi so fa mi mi so fa mi。看不到下面的就唱上面的，好吗？所以你们就唱，这个速度，下面的人请你们唱，嗦咪嗦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咪哆，哆嗦咪，可以吗？二三，唱，嗦咪嗦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咪哆，嗦嗦咪嗦嗦咪嗦，嗦咪哆。现在刚才我们讲过那个东西叫做音簇，就是这些五个音都混在一起，怎么唱呢？怎么唱呢？就是女生唱的时候，你随意停留在某一个音，
所以哆啦这样子，哆啦哆嗦嗦这样子。不过一定要有人唱旋律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两个小节再重新开始，就是不是唱哆啦，唱到这里会很乏味，没有意思。所以一个句子来唱啊，我们先大家先练习一下这个曲子，这个调，好吗？大家唱一样的 ，Go。唱出来越来越大声了，但是我还没有练到能够分得很清楚。我可以分几个音，但是要把它分得清楚，然后把这个 fundamental 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声音弄到几乎听不到，然后只用上面的音，好像在吹口哨，那个就是成功。啊，我可能等多二十年。OK， 女高，女低先唱，咚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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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叮咚咚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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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叮咚咚叮咚咚叮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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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好，谢谢你们的花那么多时间听唱，希望给你们带来一点的欢乐，还有学习到一些合唱方面的即兴演唱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那个今天我们就是很谢谢吴老师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演讲哈。那这是我想音乐是从不一样角度各种不一样角度来探讨。我想带有两件事情很重要，带我们就照一张团体照，好不好？第一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的话，就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去，就是在隔壁的一个餐厅哈。那大家都知道榕树下在哪里，那就由丽玲带队，好不好？那时间已经定好了 ，OK， 好。然后那为什么要去？为什么应该？因为老师也还没有吃东西哦。那我只知道一个马来话叫马干马干。马干是吃的，